啊，是。宇哥，哎，小冉，你最近人怎么不熟？好可爱。经过哥哥一顿又一顿的，感觉自己确实胖了些。不行，我必须要减肥了。不用等你开口先说我爱你，再让我轻轻想跟你说我愿意。球带了吗？看到手机就能提醒自己了，因为想快点瘦，昨天都没吃饭。先让你们洗吧，我马上带你去医院。哥哥，我只是饿了。那我带你去吃饭。放我下来吧，怪重的。很轻。把事情跟哥哥交代了一下。谁说你胖了？给我好好吃饭，不许减肥。你太瘦了，胖一点可爱。这么多？对啊，师傅让我好好辅导你嘛，自然要做到位了。而且我还用我要做计划给我们制定好的学习计划呢。好嘞，你就配合配合嘛。那有奖励吗？不行不行，认真耳朵，提高警觉，神经细胞全面。最近帮哥哥补课时，张一豪也经常过来。然后哥哥好像有点吃醋了。哥哥，你怎么不等我？就是宇哥，你都不知道等着我了。我腿长。切，我腿长。你少出两只。给哥哥点点吃的。哥哥，你干嘛？没事，我去开门。来。哇，买这么多，你零花钱不少啊。才不。哥哥，你快吃。小冉，你不能总是惯着他，他吃什么自己不会点吗？而且你每天给他补课，你跟他成绩根本就不用你担心，他这些。张一豪。所以哥哥的成绩其实不错，哎，我还这么劳心劳力的给他辅导。哼！刚才下楼就遇到一个男士，说他找不到车库位置，好心帮他找了一下。哎，徐小冉，我恨你。小冉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们走。苏佳玉，你太过分了。哥哥，你没事吧？你走开。没事，只能麻烦一豪了。这是不会再碍了他哥的面子。哥，你要去找他吗？你还受了伤呢。没事，你就好好躺着吧。不行。刘以夜，回去躺着。哇，我刚刚好大胆，钥匙放在以前。宇哥，你也有心情啊？小屁啊！一豪，你过来一下，我去找你。怎么了？你明天帮我约苏佳玉他哥出来呗。你要干嘛？哎，你别管，事成之后给你发红包。好吧。刚才哥哥在偷听。你刚才跟张一豪说什么了？秘密。你吃醋了？哼，我会吃他的醋。哦，那我先去找他了。不行，只要面子活受罪。上次在他手机看到了我的照片，被他扔垃圾桶了。果然捡回来了。恋爱高级，满个信号，容量不够思考。跟哥哥表白也过了些时日了，但从没好好二人约会过。
怎么了？这么着急叫我过来？想要你陪我约会。吓死我！约会？放心。多吃点。太多了，我怕胖。不会，胖一点才可爱。男生总喜欢说这样的话，也不知道真假。哥哥，这个娃娃好可爱呀、啊。知道了。接着我们就开始了，夹夹夹。那我们再去吃个甜品吧。快吧。哥哥，那个是我的死对头，不想让他打扰我们。小冉，为什么不会消失？死鬼说要一起去动物园的。在骗我。爱有双重魔力，也苦涩也甜。看这位置，他应该是刚好回来了。哥，你又去打架了，还受伤了？就是，你怎么能这么暴力呢？我不希望你这样。别让他长点心了，居然亲自下厨了，香用美食诱惑我。我不。小冉是我。你跟宇哥吵架归吵架，东西还是要吃的吗？谢谢啊，不用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上次不是让我帮你约苏佳玉的哥哥吗？你明天去见他就好了，我也可以跟你一起去。你们在聊什么？哦，没事没事，我们一起尝尝宇哥的手艺吧。那个菜都太咸，我都倒掉了。我就知道你肯定做的不好吃。旋转气氛变成我们深刻的趣味。你们都发展到这一步了？这个是恋爱季里的一个活动，只要双方互相发我爱你，连续打卡365天就能领到1314恋爱奖金，这笔钱够吃吃喝喝好几次了。这么好，要不你跟我一起打卡吧，我肯定比宇哥勤快。小冉，我想了一下，我们还是确定关系吧，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？看你表现吧。不用管他。宇哥，我刚才没听错吧？你说什么女朋友？你们？嗯。哦，那先恭喜了。你们下次记得请我吃饭啊。别忘了。你弄的，谁说好不来洗澡的？好。小冉，这是不是太不公平了？我在刷题，你在玩手机。我可不是单纯的在玩，好吧？这是来到单词，我是用我自己背单词获得的奖励装到我的仓鼠之家。你看我的家都这么大了。而且下面还可以帮你复习昨天学到的单词，帮你加深记忆。哦，那我也下一个。嗯，我的英语成绩就靠他了。Nice。张一豪又发什么了？张一豪，怎么是你的置顶？连我都没有。他不一样。嗯。
加我一份。我去拿个冰的。小冉救我！怎么又知道密码？你怎么了？那个张小林最近总是缠着我，我快被他烦死了。啊，小林他其实……你也认识他？嗯，他是我的好朋友。怎么你俩性格这么不一样啊？不行，我得在你家躲会儿，要不然你可千万别告诉他我在这儿。好。啊，宇哥，你干嘛去了？改密码。哥哥，你能做这个手势吗？怎么了？哎，宇哥，小二，你往那边坐一点。上次你不是让我……嗯？你怎么了？哎，没事，就是感觉有点孤独。你看你跟宇哥，我也有过孤独的时候啊。我刚来这边的时候，我没有什么朋友，还好我在微光上遇见了很多有趣的人，是他们一直陪着我。我们经常一起在微光里边看电影边聊天，还经常组织一起玩游戏。对了，你是有话要跟我说吗？其实那天你也知道了，我跟哥哥已经互通心意了，所以我跟你是不可能的。但其实他不适合你，他……张一豪，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，我什么都可以让给你，唯独他不行。哦，哥哥，你慢点。这挂的力道也太重了吧！好痛啊！没事吧？没事，张一豪的。不用管他，你好好在房间里休息就好，我会好好跟他聊的。那你们不许打架。好。完全听不清在说什么。住手！小冉，你不是答应我不能打架吗？怎么这么暴力啊？我说小冉，我今天说的。你们看，我最近在这里面搭配了好多精致的衣服，搭配好的娃娃还可以制作成漫具和壁纸。我也要在这里面写下我和林雨翼的故事，换上壁纸超好看的。离开你一百个星期，我回到了哥哥一天都没主动找我，居然家也没回。星期周六应该是去他妈妈那里了吧。哥哥，我们聊聊。好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因为我爸的原因，我很讨厌你们，一直不给你们好脸色。即使对你说了狠话，你也不会放在心上，也是第一次感受到有人在意我。我跟我爸妈都不算亲近，习惯了没人管我，所以有时候做事会鲁莽。你还生我气吗？说起来，第一次对他心动，不就是因为他的勇敢吗？没生气，你早点回房间休息吧。嗯。昨晚我可是因为跟他共处一室而紧张的彻夜难眠啊。小冉，你去哪？我找小林逛街。就你们俩？嗯。走去找回。好。祭祀神殿中成功真是谁的从前。在新偶捏自己专属虚拟人设可好玩了，衣服素材超多，喜欢的造型一件就能切换。你看，在这可以认识朋友，一起开 party 呢。嗨，怎么这么巧？你真的来接我了？是小林要来接你的，我陪她而已。她是个不错的女生，你不用说了，我不想听这些。你可以抱一下我吗？啊？就当是给我的喜欢画一个句号。你想得美。
太小气了吧。BBQ 了。炸。你很开心。没。我不是故意骗你的，我喜欢的是你了。好。妈妈他们要来。这个地得拖。这里也要清一下。狗呢？好，狗去洗澡了。二雪，谢谢。累吗？我给你按一下吧。哦，等一下，到时候我妈妈跟叔叔过来，你们绝对不能表现得太亲密了。我们就保持以前的交往方式就好。嗯，我们先下去吃饭吧。当然，我带你出去玩吧。你不是？不是，你自己去吧。不去？你一个人不无聊吗？不啊，我跟我以前的同学在宅子上玩的可开心了，好吧。这什么？足不出户就可以和小伙伴一起去游鱼玩耍啊！而且虚拟形象是自由捏脸，上万种单品搭配，还有爱豆同款的。那我也跟你一起玩。好啊。小冉，哥哥，一起说吧。我妈妈让我回深圳，我会回来找你的。嗯。